昨天晚上呢，我们又过了一次年。这个盛会的场面，诸位都见到了。难得李会长盛情的安排，我们非常感激。我明了，他是菩萨用心，尽量抓住机缘，让我们学习多元文化。在这个大世纪开端的时候，昨天是我们第一个元宵团圆的节日，在中国古时候，元宵节是我们一年为一家人、一族人祈福，希望这一年每一个人都过得圆圆满满，那么这一个时机人们的思想生活受到科技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换一句话说，过去一个世纪这个生活方式大幅度的转变，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自行化他，要弃机弃理，理永恒不变，机必须要顺应现代的话讲是时代的潮流，如果违背了时代潮流是决定行不通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以佛法来说，祖祖相传的这一套方法过去能适应，底下这个千禧年呢就不能适用，所以要有大幅度的来改进。正如同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在唐朝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这就是百丈与马祖两位大师开创了丛林制度，建立了适合中国人修学环境的一些规则。佛法在中国能够发扬光大，从百丈大师到今天差不多将近1500年在今天呢又必须
要有一个大的改革，适合21世纪社会的形态，这是必要的。佛法能够传遍虚空法界，就是因为它没有定法，它有不变的原理原则，在方式上没有一定的定法。佛法不是墨守成规，它是因时因地，正是佛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教我们的。楞严经上佛教导我们，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些都是真实教诲，真实智慧。当然，革新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是真正需要大智慧、大德行。在佛法讲，决定是修行开悟正果的人才能办得到啊。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德能呢。可是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正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这个阶段。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出家同修责任使命之重大，不是平常时代。那么往后千禧年，其实佛在《法华经》上已经有了开始。过去我们曾经讲过《法华经》大意，好像有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来找机会再讲一遍。佛说，末法时期要弘扬大乘，大乘契合于末法时期的根基。为什么呢？大乘是开放的，今天讲民主自由开放，这是大乘法。小乘法是保守的，佛教我们的原则，是大家最熟知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我们要把佛度众生的本愿要扩大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常常要有度众生的心量，要有度众生的智慧，要有度众生的能力。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我们要存这个心，要有这种大度量。不分故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一律平等得度。
那么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这两年在新加坡，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交往，这是起步啊！两年有这么好的成果，新加坡九个宗教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们诸位都能看到。昨天印度教的长老，特别上台为我们祝福，我们很感动本来九大宗教的代表，是李道长，他们这个祝福，李道长的祝福是代表九个宗教的。印度教的长老，那是他特别为我们祝福的。你看到我们在一起，多么亲切，普度众生，就要靠各个宗教的领导人，各个宗教的传教士，我们建立共识。我们的目标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怎么样才能做到？佛教导我们，第一步要转恶为善。我们自己要做，要认真去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标准，佛说了有一部经叫《十善业道经》。这个是我们转恶为善的标准。中国的祖师大德发挥的更是精彩淋漓。你看印光大师，他不用十善业道经，他用了凡四训，用感应篇，用安世全书，内容比十善业道经要精细得多。十善业道经是纲领，印祖提这三部书有细目。我们天天要读要认真受持第二个阶段叫我们转迷为悟，那这就要深入经藏了深入经藏，一门深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是无量寿经这一次我在澳洲把我一些旧的藏书做了一次整理收藏在图文坝，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藏经楼这一次有一些同学们去过，希望呢，将来我们自己的同学们能够有时间的话，一年最好能有一个时间到那个地方去进修，就等于闭关一样我们没有闭关的形式，有闭关的实质在上面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能住一两个月在上面念佛读经
这一次整理旧书，这个李老师给我的无量寿经的原本这次找到了，你们看到的是这个汇集本的这个眉注这是李老师自己用的原本我是他老人家给我这两本书，一个是居戒辩论这两样东西，持戒念佛我收藏过去是收藏在图书馆台北图书馆，辗转的迁移我都不知道这书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一次找到了，我这两本书一定随身带在身边这个本子印出来了，无量寿经印出来了，这个本子没有印出来我们将来可以把它印出来诸位来做参考分量不多，这一本是莲池大师编的在云起法会里面，莲池大师全集里头修学是有障碍的障碍不要紧，特别是我们今天走多元文化的道路，目前还不能让我们佛门四众同修普遍的认同所以毁谤这难，这在所不免一个真正修行人决定放弃自己的成见，接受佛陀的教诲李老师给我这两本够了，一生受用不尽我今天告诉同修一句老实话，诽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他们有没有罪呢？他们没有罪，不但没有罪，他们有功德，你能懂吗？何以他有功德呢？他以这个恶意对我，没有伤害到我，就是他的功德。你们要细细去思维成就我的六波罗蜜不仅是忍辱波罗蜜你们真正懂得佛的教诲，六波罗蜜里头任何一条都具足其他五条所以他们的恶意相向成就我的六波罗蜜，这是他有功德了，他没有罪业所以我们自己决定是以感恩戴德的心来报答他你们想想这个大涅槃经，你们也许没有读过，金刚经读过歌利王各级忍辱仙人的肢体那是凌迟处死不是叫他很痛快的死，用刀一片一片割他，把他割死歌利王有没有罪业呢？没有罪业。
成就忍辱仙人般若度的究竟圆满，大功德。忍辱仙人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他。啊，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当时的忍辱仙人就释迦牟尼佛，歌利王就是乔陈如尊者。你才晓得什么是佛法，佛法应当怎样修学。啊，但是这个毁谤、侮辱、陷害，对修行人来说是功德。他到底有没有罪业呢？他有。他罪业在哪个地方去戒呢？是一些初学的人，让初学的人失去对三宝的信心，失去啊亲近善知识的机缘，那是他的罪业，所以罪业从那一边接，那不从我这边接，从我这边他是功德，啊，从广大信众那边呢，他是罪业，所以为什么说毁谤侮辱三宝啊？堕阿鼻地狱，啊！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诸位读过，啊！所以他这个做法的时候，我们明了，我们懂得，啊！假如我们不是一个真正修行人，他侮辱我们、陷害我们，我们生起报复的心，哦，那这个罪业就增上了。啊，那他就完全都是罪业了。啊，修行人没有报复心呐，不但没有报复心呐，还有感激的心、感恩的心。啊，这是恶意对待修行人，果报不同啊。啊，歌利王伤害忍辱仙人，他的功大罪小。什么原因呢？忍辱仙人在山上山洞里修行，没有什么人亲近他，所以他在信徒那一方面结罪呀，这个不大啊，不大，所以他成就的功德就大了啊。如果像《发起殊胜智要经》里面所说的那两位比丘讲经说法的，他造谣生事，让这些听众对法师产生疑惑，失去信心，不来听经闻法了，这个罪过重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听众越多，你的罪过就越大，是这么讲的啊。这功过怎么戒法，我们要懂得，这个跟世间法律不相同啊。啊，时代走向21世纪，走向多元文化。啊，如何将各个宗教、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能够融成一体，这是高度智慧、高度的艺术，这样才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啊，使整个地球上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断恶修善了。断恶从哪里断起？
从自己本身断起。从什么地方断起？很多同学问我，我教导他们，从自私自利断起。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真是无量劫来，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自私自利。从今天起，我们做180度的大转变，放弃自私自利，念念呢，想一切众生的利益。这是180度的转变呢，不要想自己，想别人。想社会整体的利益，想一切众生呢全面的利益。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间，就如同佛菩萨一样。佛菩萨、其他宗教的众神、神的使者，你仔细去观察，他们在这个世间是什么身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而来的。是这样的身份呢。所以我常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这正是21世纪实际的状况。我们要做一个21世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执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为众生服务，无条件的服务，无私的服务，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不但诸佛如来保佑你，加持你，所有一切宗教的上帝、神圣都会保佑你，都会加持你。现在在新加坡，这是非常难得的宝地，佛菩萨在此地，众神在此地，这是世间第一佛地。九大宗教联手了。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教理教义上的交流。使我们有无比坚实的基础，共同努力祈求世界和平。我们充满了信心。这是新加坡9个宗教领袖都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呢，能够做得好，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相信众神加持，佛菩萨保佑。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2节，用七切语。为父母训，93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我们看这个两段，
先看看汇编里面的注解啊，妻妾之语，干而易如；父母之训，正而难从。妻妾之语，未有不与父母之训相反者。世人所以孝衰于妻子也。父母阅历极多，见事必当，爱子又切，为谋必周啊。岂有年少女子，而所见反甚于老成练达之人乎？事理亦然，不但为劝孝说法也。啊，我们只看这一段。那么这个话，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讲的敏感问题啊，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这大家都晓得的啊。学佛的同修，女众啊超过男众，这个成就啊也佛如是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感应篇呢写成的年代啊，这是在古时候。我们也晓得远古时代也有贤妻良母啊，那么这个与古德了所说的有没有违背，我们要明了。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复杂，现在复杂了，过去也复杂。那么我们读到这些敏感的词句，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我们要把这个意思广泛的引申，凡是自己亲爱的一些人物，多半容易感情用事。感情用事，这个是非利害得失，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应当怎么学法呢？佛菩萨教导我们，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越是亲近的人啊，这个常常接近的人，越要有理智啊，越要冷静啊，在这个言语行为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如理如法的辨别。亲疏要等同的看待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啊，古时候啊，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啊，古时候没有学校，多半是私塾，啊，所以教导的呢，都不外乎伦理道德，
即使在娱乐方面，我们看看古时候的一些戏剧啊，古老的昆曲，到以后演变的京剧，乃至于地方戏曲，诸位仔细去观察，它的内容啊，不外乎忠孝节义，啊，为大众宣扬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在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但是这种啊以教学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对世道人心产生很大的作用。啊，所以中国过去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都是教学的手段，它不是在娱乐，跟现前这个社会完全不相同。啊，所以这个老年人没有不关心底下一代，不仅是自己的儿孙呐，对于整个社会呀，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啊，总希望啊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啊有进步，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啊，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都有这个理念。今天社会不一样，今天社会这种理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薄啊，完全啊我们所感触到的自私自利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啊，所以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啊，多么可怕的行为啊。可是在一个读书明理的人看到了，我们如何来处这个时代，如何来帮助这个时代，那就不能不明理，不能不明法度啊，法度有善有不善啊，如何能够劝导社会大众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这个是要高度的智慧，在行持上要高度的艺术，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啊。今天父母啊，做父母的理念教学不见得是正法，鼓励儿女升官发财啊，谋取一家的利运，这些观念都有问题啊。今天有几家做父母的人劝勉儿女牺牲自己服务社会
已经是不多见了。啊，古人懂得舍己为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为父母训呢，应当是把它说成为圣人训，为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训诲，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在佛法里面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如果说的周全一点，敬业三福就非常之好啊。所以亲近人常常在耳边甜言蜜语，我们要想想他所说的所做的啊，与佛菩萨的教诲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要互相劝勉学佛啊，皈依佛法，这就正确了啊。一定要知道人生苦短呐，啊，我们常常看到亲朋好友啊，故旧之交年年月月都有凋零的，警觉性高的人真是触目惊心的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自己就是老年啊，就轮到自己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不学佛的人对于来世他在怀疑，他不能肯定啊。学佛的同修对于这桩事情大致上都能够肯定，人决定有来世，这一世时间短促，来世的时间长。能够想到来世，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在这个短短数十年当中，吃一点苦头算什么？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来世着想啊。世间第一善法是佛菩萨的教诲啊。为什么称佛菩萨的教诲为第一善法？佛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这是一般人比不上的啊。他的话真实，他的教导没有错误，我们能信
能接受，那你就有福了。这个福报啊，是真实的福报。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逢。啊，佛菩萨是真善知识，我们遇到之后一定要亲近。不能够轻易放过。我们常常劝导大家，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这一生就不会堕落。建大功，立大业。大功大业是指弘法利生。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成就自己的学问，当然这必须要两障三宝加持。只要我们真正发心，真正肯干，一生佛菩萨照顾，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不要为自己去着想。佛菩萨都给你安排了，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了？自己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才相应呢。下面一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也。这是大悟啊！这注解里面说得很好：小儿依附其用，大儿朋友这个朋亲轻矣。古人常说啊。朋友是老的好啊！我们也不能说新交的朋友不好啊，但是交新朋友把以前的老朋友疏远了，这是错了啊！这是社会大众看到你。广恩人不忘本，人常常念旧，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底厚道老成。在社会上真正得到帮助的，实在讲老朋友啊，交情深啊，念念不忘故交。培养自己的厚道，心口尤其要相应。
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啊，一开端真的是叫我们修行下手之处啊，转恶为善的起点。佛教我们善护三业，第一句就叫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我们在新加坡看到沈哲居士啊，在这里许多同学你们都见过，101岁的年轻人，啊，他今年101岁，看起来呀，也不过就是40-50岁，啊，身体那么好，啊，他怎么修养成功的呢？一生没有烦恼。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见过别人的不是啊，所以《无量寿经》佛所讲的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啊，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他也没有念过佛经，啊，可是人家做到了。《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做到了。啊，我们去访问他，跟他交谈，他所见的是自己过，不见别人过。啊，跟别人相处不来，回头自己想，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从来没有说是别人不对，我对的。那是个修行人呐。啊，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起心动念，别人不对，我对。诸位同学，冷静去想想，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啊。这个义理很深很深，善财童子53餐，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怎么学的。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就是不见世间过，啊，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天天能够反省，能够改过，能够自新，一生成佛了。啊，我昨天跟诸位说了，我说的是真话了。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成就的好环境，善人恶人都是修行人的真善知识。啊，怎样修行功德圆满呢？
顺逆境界，生平等心。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从哪里修的？顺逆境界里修的。善恶人事上修的。从这个里面入不二法门，我们才得大圆满呐！常常想到《坛经》上六祖所说的我们要如果说顺境逆境，那六祖一定会这么说。顺逆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善人恶人，善恶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所以什么是大乘佛法？多元一体是大乘佛法。有没有顺逆？有没有善恶？有，多元的。但是多元是一体的。我们从多元能证得一体，就成就了。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止于多元，不能够切入一体，你是凡夫。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这个麻烦大了。业就感果报啊！你要是入一体，就得解脱了。超凡入圣呐，关键在此。希望大家是多想想怎样切入。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